然后老长得比较高一点，所以上下伸直，喂，左右的缩紧，上下往上涨，往下涨，然后哎呀，这里也不伸出去，所以它看起来就瘦高了点。哇，这个很雄强。然后这个力从这边划过来以后按下去，再跳一次两次，然后它其他的用笔时，这里逆上去就蛮逆的，所以这个撇看起来很有力，很挺劲。然后